新冠肺炎让我们在生活中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已经是现今的新常态。你有没有发觉，当你戴上口罩后，你经常的需要对方重复他们刚说的话，你也变得更费力于专注聆听别人说话。今天就来告诉你，戴口罩为何会带来沟通上的困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助听器中心 Battery 的听力师 Patricia。戴上口罩后，为何会影响我们人与人的沟通？戴上口罩后，我们的声音会变得模糊、小声。哈？你讲什么？可以讲多一次？你最近有说过这些吗？对于没有听觉障碍的我们，有时候都会面对困难听对方说话。那你可想象，这对听觉障碍者所带来的困扰？对于听觉障碍者，这时他们没有办法依靠对方的唇形和面部表情来猜测别人在讲什么，尤其是在比较吵杂的环境下。那么助听器能如何的帮助呢？助听器除了能夸大声音，让你听得更清楚，现在还有了新的模式——口罩模式。在 Starkey 最新推出的 Live Your Ish AI 助听器里，你可透过 Starkey Drive Control 的手机 apps 来启用口罩模式。口罩模式将会自动的调整音量和清晰度，让您听得更清楚。哇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当我们启动口罩模式后，助听器将会把那些因口罩而模糊掉的频率给加强清晰度。除此之外， Starkey 还研发了 Ish 模式，你只需要轻拍你的助听器两下即可启动此模式。之后 ，Ish 模式将分析你所处在的环境，并立即调整你的助听器以提高清晰度与舒适度。正在看的您，请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正在面对听觉困难的朋友们咨询帮助。我是您的听力师 Trisha。